1992年4月，刚刚进行到第二届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很多人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特别现象。第一届就已经入选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竟然又一次榜上有名。作为一项严肃的国家级学术评比，一个项目为何能接连两次上榜？黄河岸边三门峡城市近旁的这片古代墓地，25年前究竟出土了怎样惊人的国宝奇珍？直到今天，当年惊险曲折的考古历程依然让人感叹不已。2017年6月，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终于在建成开放17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从6月初开始，原本陈列在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就已经被送回了库房。一段时间内，慕名而来的观众只能守在车马坑旁，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想象2700多年前同样接受周天子分封却凌驾于3000诸侯之上的虢国历代国君那一座座威严奢华的大墓。现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位置，这个院子里边啊，包括陪葬坑，包括其他的，我还有500多座没动的呢，再有几代人也挖不完的，如果允许你挖的话也挖不完的。1990年，机缘巧合之下，风华正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涛走进了上村岭墓地，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20多年。这个墓我90年挖的，到现在多少年了？等于我的大半辈子都搭到这上边了。你看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没弄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虢国是个怎样的国家？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虢国墓地又为何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学术评选中连续两次榜上有名？时间回到1990年春天，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无意中发现，在荒凉的黄河滩上，一些村民竟然在自家的宅基地里从事着盗墓活动。光那盗洞就20多个，他是有些是在群众的宅基地院子里头的，有些是盖在房子底下的，就在这个附近，大大小小的盗洞到处都是。由于有院墙做掩护，等到公安机关发现并制止时，盗墓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宁景通连忙向上级单位汇报情况，感到事态严重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叫停了其他工地，组织人员赶赴三门峡。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片黄河滩上的荒地应该就是著名的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一部分。目睹了墓地被盗掘的惨状，队员们心急如焚。很多老百姓就有的就盖了地下室，有的房子先不盖，弄个客上圈上，完了就天天在里面挖。有几座墓已经被盗空了，我们发现的就是后来发掘的那个2007号墓、2008号墓，基本上被盗空了，剩不了几件青铜器了。多座墓葬被盗，大量随葬器物流失。可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上村岭虢国墓地就已经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64年更是在郭沫若的呼吁下建起了一座遗址博物馆。那么到了今天，却为什么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在发掘现场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
在今天是一种常用的文物展示和保护手段。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一方面说明了国国墓地的重要，一方面也证明三门峡对文物保护相当重视。可是，这座直到今天依然在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对相邻的墓地起到保护作用呢？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筹建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黄河大坝。为了支持这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带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整个库区展开了勘探和发掘工作。这就是国国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1957年，为了从陇海铁路转运各种物资，大坝建设者们在三门峡市区边缘修建了一座货运车站。就在配合车站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经过近2年的持续发掘，国国墓地的收获堪称惊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闻讯亲临现场，并根据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铭文，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鼎之作的《出土文物23式》。第一次发掘的时候，一共挖了234座墓葬，两个车马坑。当时按这个林先生后来发的资料来看呢，一共出了10000多件东西，铜器啊，玉器啊，主要是陶器。当时也是相当比较有轰动。根据出土文物，众多国内顶尖学者得出结论：上村岭墓地横跨西周和春秋，是距今2700多年前国国的一片邦墓区，等级最高的1052号墓葬，东西宽4.25米，南北长5.8米，墓主人是一位国国太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带领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立国后，武王大肆分封宗室和勋贵，一度使天下诸侯的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但如此多的诸侯国国君，得到最高等级爵位公爵的只有7个。这其中，除了黄帝、炎帝、尧、舜、夏禹、商汤这6位上古帝王的后裔外，只有国国的始祖周文王的弟弟国仲被封为公爵。就是国国从西周早期分封以来，一直他的国君就承担肩负着国国那个卿士的一个职位。什么是国国这个卿士呢？周王室有3公，就是太傅、太师、太保。这是周王室它里边的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个设计的管理机构。国国最早被分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由于处在京畿范围之内，又被称为畿内诸侯。在西周早中时期，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例如第9代国王周夷王姬燮就曾经因为听信谗言，用一口大鼎煮死了齐国国君齐哀公。在这段时间内，国国国君常常在周天子的命令下带兵四处征伐，国国的国力十分强盛。这个国国的
历史啊，文献上虽有记载，但是记载不清而且不全。那么这个后来文献就越来越复杂，甚至于说成这个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还有小国，还有陈国，这一来弄得复杂了。到了西晋时期，在从魏襄王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幽王七年，国人灭交。”由于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国王，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国国灭掉了分封在今天三门峡一带的交国。如今，国国太子的墓葬出现在这里，显然是西周灭亡前后，国国的一支迁徙到了这里。1957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没有发现新的墓葬后，结束了第一次发掘。当时人们都以为上村岭不会再有其他国国遗存，可是这个判断却在30多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墓地是这次发现，也是就没有想象到，原来想着50年代就已经发掘完了，都想着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后来就比方我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挖的最南边的墓和当时林寿敬挖的最北边的墓差了80米，就是我发掘的时候把他原来发掘过的原墓坑都清出来了。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块墓地原本相连，只是因为等级性质存在差异，古人为了加以区分，才在不同区域间留下了一条80米宽的空白带。考虑到国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的特殊性，江涛和队员们心里都明白，眼前的墓地只要在等级上能够和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地接近，绝对又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心急如焚的考古队员甚至都来不及对整个墓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匆忙选择了一座被盗墓葬展开清理。因为是对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1990年4月，考古队着手清理的第一座被盗墓葬，后来被编成了2001号墓。之所以优先发掘这座墓，是因为据公安民警介绍，当他们赶到现场制止犯罪时，盗墓贼还在这里活动。根据这个细节分析，2001号墓或许还没有被盗空。1990年，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对第一目标的选择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刚刚开始，这座墓葬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清理墓坑填土是发掘工作中最轻松的环节，因为古人在回填墓坑时都会刻意选择干净的泥土。最多有一点什么呢，当时的什么竹筐、竹篓子是坏了的残片，扔了一点在里边，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东西。然而刚刚向下挖了半米左右，就有队员发现2001号墓墓坑的四壁竟然十分特别。它那个墓壁的四周啊都是处理过的，比方说啊，跟现在的外粉刷一样，内粉刷一样，有涂料。粉刷装饰墓坑的情况在整个考古发掘史上都堪称罕见。看到原本以为等级不会太高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建造得如此考究，人们开始怀疑2001号墓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简单。有了这个发现，眼前幽深的盗洞自然更加让人揪心。他究竟挖到了2001号墓的哪个位置？有没有对他造成严重的破坏？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又能否找到答案？随后的发掘进度飞快，3米、5米、
8米，眼看椁室越来越近，位于墓坑西南角的盗洞却依然深不见底。尽管已经过去了27年，但对参与上村岭墓地发掘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1990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记忆都是那样的清晰。结果后来正发掘的时候，上午吧，他们喊我，哎，他说，哎，江队长，来来来，可能盗洞到底了。这我就赶紧跑下去一看，确实到底了，盗洞到底了，墓葬还有没有到底？大家欢欣鼓舞，感觉到有戏。在深达11.5米的工作面上，江涛经过反复确认，发现盗洞确实没有再向下延伸，墓葬虽然被盗穿，但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继续向下清理，就在距盗洞不远处，2001号墓的第一件随葬器物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就是那个盗洞向下30公分的时候，出现了青铜器。如果当时他再有10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那这个墓就完了，两重天了。那就它下边正好就恰恰是一个大顶，一个的玉屏铁线就在这个位置，它盗墓的位置也非常准。看到这件体型硕大、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场队员无不感到后怕。30厘米，也就是再向下挖一铲的距离，在鲁莽的盗墓贼手中，这件器物很有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随着青铜鼎的出现，考古队员很快就注意到，在2001号墓椁室的西南角，竟然有大量青铜礼器被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根据器物相互叠压，而且多数倾倒甚至倒置的情况来看，这里原来应该有一个专门用来摆放青铜器的木架，包括铜鼎、铜簋、铜笠、铜眼、铜许在内的吹器、铜爵、铜壶、铜方仪、铜制、铜盒在内的酒器，以及铜盘、铜仪在内的水器，应有尽有，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西周时期所有的青铜礼器。一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为何随葬有这么多青铜器？是因为公爵等级的椁椁本身就如此富裕，还是说墓主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在绘图拍照完成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一件件清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经过仔细辨认，大家突然发现，这里竟然随葬有7件铜鼎和8件铜簋。查阅资料，考古队员还注意到，50年代椁椁墓地发掘的1052号墓，也就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太子墓中，曾经出土了7鼎6簋。如果说椁椁太子的身份等同于普通诸侯，那么7鼎6簋确实与用鼎制度符合，但7鼎8簋的2001号墓又是怎么回事？同样拥有7鼎，同样是简单的数学土坑，难道说30多年后的第二次发掘，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竟然又是一座太子墓？对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鼎进行了简单的除锈处理后，考古队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青铜鼎的内壁上被分作4行的18字铭文清晰可辨，国祭作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来不及分析国祭是谁，考古队员又观察起第二件青铜鼎，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铭文。后来考古队员才知道，2001号墓中除了青铜圆壶和青铜盒上没有铭文，一件青铜方眼铭文为
小子吉父外，其他青铜礼器上不仅都出现了铭文，而且明确说明是由叫国际的人下令铸造。如此看来，国际确切无疑就是墓主人，但他在国国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实际上，在西周初年呢，只有这个东国和西国，东国呢是国叔，西国呢是国仲。那么这个国仲呢，他封在现在的宝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后来啊，在这个宝鸡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到西周晚期，出土了一些郭记纸白盘呐、啊，和郭记的纸这个座鼎啊，是吧？这反正纵然是纸白纸座这些呢，都属于郭记。那么郭记呢，可能是郭仲这一支下面他的后代当中啊，因为氏族啊不断的繁衍嘛，他这个子女当中啊，也分了这个伯仲叔季。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珍贵文物不允许离开国境，其中就有这件国际紫白盘。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彰显了国国国君国际紫白奉周天子命令征战四方的功绩。难道说上村岭墓地的这位国际就是当年国国国君国际紫白吗？他叫国际，他儿子也可能叫国际，他就是当时的一种排序，这一支人可能都叫国际，一些往下排。得知三门峡国国墓地在30多年后又有了重大发现，很多著名学者纷纷亲临发掘现场，人们已经可以确认国际就是国国的某位国君，也就是说包括宝鸡的两位，三门峡上村岭墓地出现的是第三位国际。遗憾的是，这位国君没有在礼器上留下名字，只注明了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序列。沉浸在喜悦中的考古队员很快又在椁室内发现了一整套青铜乐器。在2001号墓西北角的椁室底板上，整齐排放着一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一件比较罕见的铜筝。铜筝是一种形似编钟的古代乐器，多用于军旅，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这种铜筝。在清理这套青铜乐器时，人们发现编钟共有8件，而且只能发出宫、爵、徵、羽4音，明显属于5音不全。究竟是因为疏忽还是刻意而为？5音不全的8件编钟又怎样演奏呢？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遗迹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一个和2001号墓极度吻合的细节。原来在灭商前后，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对商人的敌视，周人一度去掉了商这个音节，将5声减为了4声。当然没有了商音的乐器不利于演奏，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在堆积足有1米多高的青铜器器物群被完全揭露后，考古队员开始尝试清理居中的棺木。在北方地区，木质结构的葬具其实很难保存。2001号墓内外2重套棺虽然也已经腐朽，但基本还能保持原样，
已经出乎了考古队员的意料。清理完相对简单的外观后，如何清理密布文物的内观，考古队员一时间有些纠结。到接近内观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内观根上也摆很多东西，那都考虑着在这个墓地清理着呀，需要很长时间。经过紧急磋商，在征得了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机关的同意后，考古队决定把它运回室内清理。内棺运走后，椁室内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宽松的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提取围绕棺木密集摆放的器物就方便了很多。靠这个接近棺和棺的周围那里边就没有空地了，全是碎赃品了，说空间都摆了有东西，大件青铜器都摆放在西侧，接近棺材的东边，也很有空间，那摆的都是车马器和一些兵器。2001号墓椁室中随葬的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盾牌、弓箭等，令人称奇的是，分别容纳着50支箭组的2件箭服十分奢华，其上点缀了红玛瑙珠219颗、红蓝黑三色琉璃珠31颗，以及陶珠71颗作为装饰，色彩斑斓，灿烂夺目。尽管构成主体的纺织品已经腐朽，但箭服内的青铜箭组依然锋利，竹条制作的箭杆也还保持着一定的韧性。但是接下来在提取这些随葬兵器时，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竹制箭杆保存很好，其他的青铜兵器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开始队员们认为造成兵器残损的原因是椁室坍塌，但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青铜兵器竟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2001号墓东侧，矛杆被折断的现象比比皆是，铜制的戈头也多被砸弯甚至砸断，这又是怎么回事？查阅史料，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个文献记载清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却很少遇到的西周时期特殊丧葬习俗——毁兵。原来，在武王伐纣、西周立国之后，为了吸取殷商因为穷兵黩武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提倡礼制，以期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严格执行西周制度的诸侯国中，古人会在下葬时举行专门的毁兵仪式，捣毁即将随葬的兵器，以示革除暴戾，合众安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举行过毁兵仪式的墓葬大都属于西周早期，那么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时期的上村岭虢国墓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仪式呢？话说西周时期，作为畿内诸侯又是天子长辈的虢国国君，长期兼任周朝的公卿，对内辅佐周天子，对外带领诸侯联军镇压叛乱。但是到了周幽王时，虢国国君周天子的上卿虢石父却充当了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据文献记载，虢石父为人奸佞乖巧，善于奉承，贪图财货，但周幽王却很信任他，因为利益，虢石父和褒姒结党营私，鼓动幽王废嫡立庶，传说中正是由他们共同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可以说西周的灭亡，败坏朝政的虢石父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到了平王东迁洛阳后，却很快再次启用当时的虢国国君虢继父为公卿。到了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时，新任的虢国国君
还跟随桓王一同讨伐过跟周王室对立的郑庄公。虽然此时此刻，考古队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国际的墓主人究竟是国国历史上哪一位国君，具体生活在什么时代，但是在他的墓葬中，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坚持使用五音不全的编钟，摒弃商音，不改毁兵葬俗，坚守西周规章制度的现象却不得不让人感叹，国国确实没有辜负周王室公爵的封号。根据这些细节，人们逐渐对国师傅败坏西周朝政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国师傅真的罪大恶极，作为受害者的幽王嫡子东周的创始人周平王又为何再次启用国国国君为公卿？有没有可能是王室为了为周幽王开脱罪责而让忠心耿耿的国师傅当了替罪羊呢？在发掘现场清理众多青铜兵器时，队员们发现了一把奇怪的短剑。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一件从棺盖上滑落到这里的玉器，但随后却发现这件管状玉器还连接着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金属。难道说这是一把同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青铜剑？可是仔细观察，从器物锈蚀的情况来看，它竟然是一把铁剑。当时呢，因为它压呢已经压断了，外边这个这外边实际上还带了一个剑鞘还在上面呢，皮的。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质地为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的楚墓，不少青铜剑出土时依然锋利。上村岭国国墓地国际墓出土的这把短剑不仅断成了两截，而且锈蚀得非常严重。但是此刻队员们却很快意识到铁剑的出土极有可能意义重大。他用上好的和田玉来作为一个铁器的一个装饰品，它的主角不在于这个玉，而在于那个铁。这就是当时那个铁，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标志。它用玉来装饰铁，并不是来铁来装饰玉。我们知道铁当时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很就是斑驳锈蚀的不像样子的，叫人们说的不好听叫废铜烂铁是吧？在当时很珍贵的。看到墓中出土的这件铁器，一时间江涛也不敢轻易判断它的来历。因为原来当时看法呢，就是说铁器没有，西周时期没有铁器，是在这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等于还晚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所以看了以后比较惊讶。铁剑出土之后没几天，恰逢国家文物局要听取上村岭墓地发掘情况的汇报，江涛决定顺路把铁剑带到北京检测。市文物局派个局长，我大概三个人吧，是坐着火车硬座拿到北京。铁剑的检测被安排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几位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自上手，很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几个老爷子看了以后也是震惊的不了，后来是拿到，当时不叫科大，是钢铁学院，柯先生搭上他冶金史教研室的他的几个学生帮他鉴定了，当时是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实物。就这样，一把铁剑改变了中国金属冶炼史，让人工冶铁的出现提前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三门峡上村岭国际墓发现的这把铁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剑。在领队江涛赴京汇报发掘进度的同时，调运回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的内棺也正在经历细致的清理过程。青铜器铭文上的国际二字中
纪代表的是兄弟排行中最小的那个，仅有排行没有名字。考古队员一直无法把他和具体的某位国国国君联系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盼望能够在内棺清理的过程中找到解开国纪身份之谜的线索。在2001号墓的内棺中，考古队员提取出了大量品质极高的玉器，这批玉器不仅包括了玉璜、玉琮、玉章等玉礼器、发饰、挂饰、耳饰等玉制饰物、口函、脚踏等藏玉，还包括了一套用玉雕琢成人体五官的玉面罩，以及300多件惟妙惟肖的仿生动物玉雕。玉在古代是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如此丰富的玉器再次说明，2001号墓虽然规模不大，但墓主人生前确实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众多玉器的覆盖下，棺内墓主人的遗骸已经基本腐朽，只有坚硬的牙齿还残留一点点碎屑。考古队员只能从佩戴的玉饰来判断，他曾经仰身直肢平躺在棺木中，双手交叉置于腹部。从内棺中，考古队员虽然又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但国纪的身份之谜暂时还是未能揭开。时间很快进入了1991年，这一年春天，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上村岭国国墓地顺利上榜。消息传来，队员们却顾不上庆祝，因为新发掘的2009号墓中又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比1号墓略大，宽4.4米，长5.6米。在2009号墓的椁室内部，当考古队员把塌落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暴露出来的器物群十分惊人，仅目测数量就会是1号墓的2倍以上。如果说出土1800多件器物的1号国纪墓在西周时期已经罕见，那么随葬品更多的2009号墓，墓主人又会是哪位国国国君呢？经过仔细清理，2009号墓仅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多件，其中礼乐器120多件，可以称得上品类齐全。在这些青铜礼器中，最能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7鼎6簋6立。虽然比国纪墓少了2件青铜簋，但国君身份依然确凿无疑。在120多件青铜礼器中，考古队员发现有44件铸有铭文，但遗憾的是，这些铭文却依然延续着国纪墓的风格，也就是说铭文内容单一，与墓主人相关的还是只有2个字，只不过这回变成了国仲。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考古队员发现了10件玉片，玉片上用毛笔书写着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及随葬器物的名称。仔细辨认这些文字，其中一个叫做南仲的人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查阅史料，南仲是西周晚期周宣王的一位大臣，而国国从陕西宝鸡迁都三门峡，恰恰发生在宣王时期。如果参加了葬礼的真的是那位宣王重臣，那么这位墓主人国仲就是主持国国迁都、名叫长富的国立公。据文献记载，国立公作为西周军事统帅，在公元前845年曾经辅佐周厉王征讨南夷，一次降服了26个小国。在考古学领域，
记录随葬器物的名册又叫遣册，出土在西周晚期墓葬中的这十件玉片，不仅是已知最早的遣册，还是最早的毛笔书法作品。2009号国仲墓随葬器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从内外棺棺盖以及墓主人身边，清理出了数量远远超过国际墓的大批玉器。各种玉礼器、玉饰、藏玉及玉雕动物，在衣衾的包裹下，几乎覆盖了墓主人的全身。从1990年到1991年年底，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始终被局限在了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上。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勘探，又发现了500多座同时期的墓葬。1992年春天，国国墓地再次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二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国国墓地之后，考古工作者就一直在尝试寻觅国国国都的确切位置。2001年春天，考古队员在上村岭国国墓地东南，相距只有2.5千米的三门峡市中心，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除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外，一处规模巨大的宫殿区的发现也终于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国国古都上阳城的所在。从这以后，国国迁都三门峡的这段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东迁三门峡后，因为服从东周王室命令而屡次干涉晋国内政。公元前655年，国国被强大起来的晋国灭亡。作为东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留下的甲鱼灭国、唇亡齿寒等一系列成语典故流传至今。1996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墓地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筹备了多年的国国博物馆开工建设。2000年10月，博物馆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17年来，国国博物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如今，为了改善日渐陈旧的展示环境，三门峡市文化部门投入力量，开始了博物馆的升级改造。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这段奇迹，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还将更加鲜艳夺目。